几点？今天早上可算我走了。嗯，你个人也没有，咱们这老天啊，这小子人，老天啊，你为什么不动丢了呢？老弟们，我带你上山了，你咋地不丢了呢？你看丢了木头了呢？这爹呢？老弟，搞木头都是，这人啊，你到哪来丢个？你到新到把你打下来家，到我手上呢？哎，快点去抢个电脑！ No. 我搞不着多电脑的哈。